Eu quero tchutch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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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chutcha. 各位亲爱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克。今日要耍游戏就是《流星蝴蝶剑》啦，吼，最近广告打很凶，我们就赶紧来看这些辟邪啊、秘方的。接下来挑战极限动物，玄学的招式啊，绝学。这就是我人物啊，看他现在目前就是目前看到就是四个武器啊，不过之后该慢慢的增加，赶快先来打一场。哦，这个之前在电脑很红，去网咖看到几乎每三台就会有两台在玩《流星蝴蝶剑》，然后现在看到是效能最大化的画面，它这个画面已经超越之前电脑版的，你来看一下它的爽快打击感，看看有没有，这个动作非常的流畅，因为打起来很爽，拳拳到肉的感觉。还有这种，那个叫什么、啊？那就是那种 QTE 的设定了。看他这攻击招板上，基本上就是轻、轻和重两个，两个做搭配。先来试一下轻级加重级，先来个轻的，然后重的。就这样，然后现在再换重加轻的，看一下，再加一个 QTE， 没有，爽感十足啊！还有一个小技能，然后他这次没有防御，就是用闪避，是闪避。那基本上它是采那种关卡进行的方式，然后那个每一关都会有限时间，然后有时候要达到三星就必须要在时间内完成了，所以最好是不要拖太久。看到人了。我孙府在江湖上立威立信三十年，你是吕香川。吕香川，
哦，方技能，我这招超猛，算是目前的大绝之一啊！吼、哦、吼，直接捞敌后面。哦，对，他就会把敌人打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可以拿剑插他，插有没有？看到，用力的插下去，超爽的。这其实这个玩起来是蛮疗愈的，心情不好可以玩这个来发泄一下。啊，可惜啊，这关拿两星而已。好啊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。想看更多影片，就订阅我的频道，叫做雨电羽毛的羽，然后大写的 G。想看完整版影片的订阅我个人频道，叫做战神阿克 Alice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